第四五稿。万德洪明能灭重罪，果能一向专念，自然构诈消除。这个名号是万德所庄严的，所以称为万德洪明啊。名具万德，这个名字里头它就具有了万德。名字也可以召唤万德，就名具万德，名召万德。你叫谁的名字嘛，叫谁就谁来嘛。这个名字是万德所成立的，包括万德，所以叫这个名字，你就把万德都叫来了啊。所以就是说，你念佛就全摄佛的功德成自己的功德。这藕益大师的话，这话好啊。你念佛的时候是啊，这一句佛号啊，也是藕益大师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呀，就全给我们了啊。啊，这个就把佛全摄佛的功德成自功德。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念这一句话，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全变成你自己的功德了。所以这一句这么功效有这么大呀？啊，你能灭重罪啊，各种罪都可以消灭啊。果能一向专念，你果然能够一向专念，一向专念，这里都提出来了啊。这一向专念呢，是个重要的修持的关键。所以一个是无量寿经的往生啊，三辈往生啊，不管你是上辈、中辈、下辈啊，共同的都需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一向就是我一向就是如此啊，就是一贯的。专念是专一的念呐，不是什么都念呐，啊，不是很杂呀啊。或者我虽然只念的是佛号，可是心里总不安呐，总是想哎呀，将来我有机会学点别的，我才满意呀、啊。啊，这都不是，都是啊，都不够专呐啊。真正的专念呐、啊，你果然能够一向专念，啊，这不问你是不是达到一心了。所以这个就跟阿弥陀经不同在这儿，阿弥陀经是拿一个突击科起取证，规定一个时期之内专心的修，修的如果能够达到了是一心或者理一心啊，那这样那最后一定能往生，这个是一个解释。那么再进一步哎，就是那比这个还可以放松一点了 啊，就是说是一向一心不乱专持名号啊，不是要达到是一心理一心，达到是一心理一心，你当然是好啊，那也就可以升到了这个方便有余土啊，可以升到直报庄严土啊。如果咱们一般的都是到凡圣同居土，那不需要达到是一心理一心啊，你只要一心不乱的，不是这想这想那的很乱七八糟的这么念，是一心不乱的，不清清静静的，一心一意的在这念啊。所以这个玄奘翻译就是啊，细念名号，心就带着就这么念这个名号。所以无量寿经也是一向专念啊，就是这个一向一贯的啊，就是专念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你不问你自己能否达到一心不乱，还是达不到，都可以往生，因为是我们只要求的能升到凡圣同居土，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如果你能够念到是一心理一，那更好了。是吧？所以讲就是往生，有很多人误解了，以为念不到一心不乱就不能往生，这个是一个理解不深的啊。所以夏老说念不到一心不乱啊，可一样可以往生，不一向专念他不能往生啊。也就是说，所以就大这个一这个大体的这个一般的情况说就是这样。
啊，因为你必须要一定的啊，一定的修持嘛，啊，一定的修持，一定的念呐，啊，再接这个净缘呐，啊，这个而且这个念不光是啊，临终佛来接引呐，啊，他这个果能一向说是自然垢障消除啊，我这个自我心中的污垢啊、障碍啊都可以消除啊。不但道心纯熟啊，不仅仅是我这个道心的纯熟，为什么要叫一场专念？就是因为你要消除这一些障碍嘛。你在这个叫往生之前，你这个路上到处都是路障啊，给你安排了很多路障，你这个走不过去啊。啊，派安排了，说过去那个独在那个坦克车安排了种种路障。啊，他也开不进来了，这个军车，所以要把他这个有障碍，你这个多念就消除障碍，那不但是消除障碍，而且可以使你的道心纯熟，你向道之心你才纯熟嘛。我们修持就只是两件事情嘛，这两件事情是这个说是一件事情，就是要生处熟，熟处生啊。啊，我们一个生的地方，一个熟的地方啊。我们熟是什么呀？贪嗔痴啊，为我打算啊，这一切熟极了，大妄想啊。我从来没有说，哎呀，我现在要整顿安排一点时间，我来打妄想，自然就是妄想。那个贪心、嗔心、痴心，你压也压不住，那熟极了。这种向道的心，我要来念佛，我要来做功德，来助人。利他，这些真是比生没有那个啊那些个这种贪欲啊的种种那个心那么熟啊，自然而然呐 啊那个心那么真呐、啊，一切都可以、都不管呐、啊，连命都可以不管呐、啊。就一个是生的，一个是熟的，修行就是要转变，把这个生处变熟，熟处变生。啊，要把我们这个道心呐、啊、菩提心呐、啊、这一种种啊，这个慈悲心呐、啊，这个要念佛呀、啊，要持戒呀、啊，变成很熟啊。而这些个世间呐、啊，这些个功名富贵、妻儿子女，一切一切，大家所逐的东西，我们变成生疏啊，啊，就是一个转换呐、啊。所以就是说，你要心目及心念心仰这个极乐世界啊，要去修道啊，厌离这个娑婆。对于娑婆世界这一些东西，不是我喜欢的嘛。这也就是熟处变生啊，不然这正是我所贪恋的啊。所以这个念佛嘛，这个可以使得你道心纯熟，生的地方变熟了，而且可以你这个福和慧都增长啊。而我们这个福还不仅仅说的是世间的这些享受，出世间也要福啊，啊，所以这个出世间福很重要。所以你这个，要想清净善心时，你有这个机缘，有的是你没有这个福报，今天既有道场，就是参加不了。参加了之后你生病，别人都在很好的听你这儿这个牙疼。他这个有多障碍啊，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有的时候，曾经王上师在这时候，对门住着那个挺好，这个好人好极了。他后来就有了经验了，他有的时候介绍人来见王上师，那怎么也不成，总是说好了，到时候不行。他后来他总结的经验，他要介绍一个人。他先替这个人念多少多少遍的这个金刚佛百字名，消除障碍，这么做了之后就是成功了，到时候他可以来。啊，这个障字很厉害啊，所以大家我们这个不但是有的是怕受罪怕什么，不但是有的时候他不是一定只是罪，但是增加障，增加这个障也是不得了啊。你不修持还好，一修持这个到处是干扰，阻止你修持啊。你刚刚说我这个里头要多念一点，到外面这个单位上晚上给你下达一个任务，叫你干个什么东西，这计划落空，这都是障碍啊。你要这个很好的用功啊，有福报嘛，就是出世间福嘛啊。
所需要的书就能得到，你要请个方向能请得到，或者很好的种种的啊，大家都是一件善知识的一件善友啊，或者亲眷的菩提眷属，这都是福报啊。这个你这一个人念佛，全家给你反对，你这就障碍啊，这事情很多啊。这个丈夫生气，把他佛像扔出来啊，丢到好远去了，是不是？因为打架打不赢啊，而且菩提眷属，大家都知道，都是很可贵的事情，都是属于福。那出世间福也要啊，这慧更重要了嘛。我们这里做关键是个慧嘛，你要恢复你的法身，得到解脱你的这个烦恼，都是要靠这个般若呀。你老念佛，你不会，它自然可以增长啊。那更重要的是灵命忠实，所以这个一向专念，你比如你信愿持名啊，在前头这个信呢、愿的东西都提过了，实际上你就暗设在里头了，是吧？你知道能一向专念的人啊，他也就有就是是从信愿出发的嘛。那么这样在这灵命中的时候，这个往生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啊，尤其是在往临终的时候，不是念佛的时候。这个时候四大分离非常痛苦，心也是心力极微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要是能念呢、不是你平常锻炼的成了如此，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要锻炼到这一步啊，这个是那、就不是易行道了啊，是你能够达到这个佛来接引的条件。佛来接引，也就我常说这个现在比如说一般是500分考取啊，那么这个这些大学啊，这个你现在你这个都我这个学校200分考取，这个可以，如果0分就考取，这个不可能啊。那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就是200分能考取，而且取了之后没有降级，没有留班。各个是啊，爱因斯坦的水平的毕业生，都要成佛嘛，就这么一个特殊的学校嘛，是吧？但是这个，所以你这200分还是得要的吧？所以你得到要达到佛这个愿力啊，来接引你啊，就是说你果然是信呐、愿呐、愿意往生啊，你在愿里头你愿意来呀 而且你还是在念佛呀。一向是如此了，一向是如此，所以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佛就和许多大菩萨、和许多圣众和你有缘的。所以很多人这都证明了，很多人在往生的时候看见自己家里头过去啊已经的死过的人跟着佛一块来接了啊，所以大家来迎接啊。现在这个临终的人的面前是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呐、所以《阿弥陀经》就是这个两种译本呐、一种是鸠摩罗什，一种是玄奘啊。这两句话是在玄奘法师的译本里头，在临终的时候，所以玄奘法师为什么他要再翻译一遍呢？都是有缘，这种大德时间都是宝贵的啊。玄奘法师的翻译本，大家都愿意念。这个鸠摩罗什的都愿意他念轻译本，玄奘大师大家知道他翻译的准确，翻译的好，实际上没有谁肯念，他就是大家是绕口啊但是他还是要翻呐、他这个重要，他就是加上这里有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佛的慈悲力来庇护你，来加持你，令心不乱，这个令字的分量很重。叫你的心，叫这个临终的人的心，是叫他不乱，命令他不乱。这个令子不一定是命令，就是使得他。而且还有的经上说，佛在这个时候入一个特殊的三昧，而且让这个亡者也入另一种三昧。这个亡者这个时候以佛的加持入在三昧之中，因此他就能念了。所以这个是靠什么？靠他力。所以这个往生法门、净土法门是他力门呐、而说你不相信他力，说只相信自力，这个不够啊。说他力是弥陀的愿力啊。
所以弥陀成为大愿之王啊，佛中之王啊，他这个愿力特别殊胜啊。啊，你只要有一定的这种信愿持名，愿意往生，一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些条件符合了，在你这个最后的时候，佛就现在你前，大众现在你前，以佛的力量。啊，这个说的简单一点啊，那别的经上就说，啊，就佛这个大经典上都有，啊，啊，以这种三昧的力量啊，使得你也入三昧，啊，也这个时候自然正念分明的根之念，那是随着佛往生啊，啊，是接引往生。所以阿弥陀佛成为接引佛，所以我们现在是这个，啊，是这个修行者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得到的果实就蒙佛接引，蒙佛接引而得往生，靠佛力。所以接引佛是一个手捧着莲花，一个是一手是这么垂直的。而这个莲花就是这个王那个王王者所要做的莲花，所以送来了。这个手就是接引的钥匙，接你，我的威力加倍，啊，使你能取。往生极乐世界，七宝池中花开得见阿弥陀佛。所以一到极乐世界，就不是父母所生之身了，就在莲花之中自然化生啊，啊，这个突然变化出来，就不是我们这种血肉的身体了，啊啊，所以叫莲花化身啊，就是啊，一生之后大家都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啊。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这一项上面谈了很多很多道理，这就是具体的地方了啊。这一切都不二啊，就是阿弥陀佛也确实确实啊，在这个啊，也确实这个大家都共同见到了极乐世界，见到了阿弥陀佛啊。啊，我们这个开始念佛就是开始的觉悟，啊，这个觉悟与本觉相合，就直取究竟啊啊。那么具体呢，那就需要你这个一向专念呐、啊，就是临终啊，就得到接引的往生啊。嗯，所以他一个教，他一方面他是要跟你说明，啊，这个是必然有一个道理在嘛，至理名言嘛。啊，这个是符合啊真理的嘛，你能够接受啊啊，不是像这个乌烟瘴气的东西嘛，这是最高的、最奥妙的、最清楚的啊、最正确的嘛。但是你还不光说它正确什么就好啊，你还要能做得到啊啊，要做得到你怎么做啊？所以它这个很全呐、啊，而且这个是做得到的嘛。你一向锻炼，我这个下定决心，你现在。从现在起，我就供佛像也请来了，开始很好，我就供上佛。我说我就从很小的一个定课开始，我天天就念。那他们这个小孩什么都在念，啊，这个有的和这个孩子和这个，在中学时代，他现在上大学了，是一个。在中学时代，他转换，他就一天就是念到八万，啊，念下来了，念回来就转变了，这个现在功课很顺。啊，将来就是一个这个佛化的家庭啊，还有菩提眷属啊，大家一致。嗯